黑白无常。源于中国道教神话所言的无常鬼，负责接引人死后之鬼魂入于阴曹，为死神之一。一黑一白象征一日一夜，也象征一阳一阴。无常，佛教用语为变化之意，因此表示非永恒存在的。所谓诸行无常，在地藏经将其具象化云：无常大鬼，复起而至。